视频为了跟主题搭一点呢，特意还租了旗袍来啊，以及我这个妆容分享视频，这个妆容是我有改良过的，用到呢都是一些性价比非常非常高的国货，有些四舍五入可以说是白送。至于他们好不好用的话，如果你感兴趣的话，就接着往下看吧。首先呢，我现在已经是一个搭好底的状态，首先第一个测评的产品呢就是眉笔，因为剪刀找不到，我就拿眉刀来开吧。这一支呢其实是一支拉线眉笔，在我之前有听说过但是没有用过，正好这一次大家一起来看看它到底怎么用以及好不好用。我们拉近来看，其实它这里是有一根拉线，然后你看它的笔头呢其实是这样一圈一圈的，我觉得它这个设计的话可能就是你用完笔头这部分呢你直接拉线，然后把旁边的卷卷抽掉就可以了，就是不用卷笔刀那种。不过我觉得它这支眉笔这个头也太粗了，一定把它削扁一点再用，因为没有别的小刀，我就拿修眉刀来代替了。像像这种形状就差不多，就两头扁扁的，就像砍眉刀一样。我们来看看这支眉笔的发色力如何。我选的是深棕色，跟我的发色差不多相近的，感觉还可以。我们来上眉试试看。这眉笔的发色力很好，就是稍微轻轻一画呢，颜色呢就会很均匀的上去，而且画的时候感觉是很顺滑的，就不会有拖拉的感觉。然后继续往下画。这样我们一个富有年代感的柳叶细眉就完成了。我们来说说这个拉丝眉笔，其实它对于我来说是很惊喜的，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发色力是很不错的，就轻轻一画呢颜色都很浓郁，而且它的使用感就是很顺滑，不会拖拉的那一种，唯一美中不足的话可能就是没有眉刷，但是你们知道它的价格之后应该就不会 care 这种细节了。它的价格呢大概就是我早上吃的一个包子的价格啊，我早上吃那个包子啊皮又厚馅又少，还是这个2块钱的拉丝眉笔比较实在，非常非常推荐给学生党以及贫民窟女孩。第一个就没有踩雷。好了，我们来介绍下一个。下一个呢就是橘朵的眼影。橘朵在最近的国货彩妆算是风比较大的，然后我入了三个单色眼影，其中有一个呢是他们家的断货王 G330， 据说是一个很美很美的偏光色，还有一个是 M27， 还有一个是 M30。 好了，我们接下来给大家试色。首先呢，我们用橘朵的哑光 M30 来给我们的眼皮进行一个打底，它是一个很温柔的颜色，我们轻轻的把它铺在我们的双眼皮褶皱处，然后呢我们再用橘朵的 G330 用手指来蘸取，然后呢再涂在我们的眼球中央。这次眼妆呢画的比较简单，也是我即兴发挥的一个眼妆。好了，接下来让我们来评价一下关于橘朵的眼影。首先从包装上来看，中规中矩吧。然后再说一下显色度，大家可以从我的试色里面看到，它的显色度是很不错的，无论是哑光眼影还是珠光眼影都很 OK。然后再从粉质上来看，哑光眼的粉质呢是比较丝滑，而且延展性很高的。像这个偏光眼影，我终于知道这个颜色为什么是断货王，因为它的偏光真的很美，是那种偏绿光，那个绿也不是很俗的那种绿，就是金黄偏绿的那种偏光，很美。而且它这个偏光的颗粒感是不强的，就是很弱很弱的那种，不是那种很粗糙的那种，所以呢它整体就是非常非常美。再说说它的价格，它是19.8一个，然后买多来或满减这样子。总的来说性价比还是挺高的，这一波我还是满意的。
接下来呢就是眼线部分，这一支呢是玛丽黛佳的眼线笔，其实这个是我之前买的，然后用过比较喜欢，然后就把它带入国货专题。像它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头是比较粗的那一种，假如你想画出那种很细很细的眼线，估计它是不行的，就是能画出那种适中然后比较粗比较浓的眼妆，要这种眼线用这一支是非常非常合适，给大家画一下吧。这支眼线笔的它颜色就是纯黑色啊，好像它只有纯黑色，就它的速干效果非常好，就是基本上你画一条眼线然后等待个两三秒它就干了。然后我今天眼妆打算是上下眼线都画的，但是由于眼线液笔呢不太适合画下眼线，所以呢我先把上眼线给画了，给大家看一下。现在这支眼线笔的价格是58，性价比呢还不错，总的来说还是挺值得推荐的。接下来这一趴呢就是睫毛膏，其实提到国产睫毛膏大家都会想到火烈鸟，其实我也买了，之前有买过火烈鸟的这个白管，感觉不是特别特别的好用，所以这一期我不推荐了。这一期要推荐的呢是这个牌子，叫什么博泉雅，我们一起来拆开看看，还是拿出我的御用刮胶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包装是这个样子，哎，我觉得跟那个 Kiss Me 有点像，哎，你们觉得？我们打开来看一下，纤长外是纤长非翘型，它里面它是这样，也是一个胖肚肚的这么一个形状。我们来看看它这个睫毛膏到底好不好用，其实它这个拿在手里还挺有质感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先拿睫毛夹把睫毛夹一下，这个睫毛夹也是国产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再用睫毛膏。打开睫毛膏的时候呢，一定要轻轻的顺着它的方向来拧开，这样的风才不会灌进去，你的睫毛膏才能用更久。这是一个小 tips。它的这个刷头呢，跟普通的没什么区别，这种细长螺旋的这种。我们来看一下效果，效果还是挺清爽的，不会粘在一块的感觉。哎呀，这个纤长效果很厉害哎。我这都不用睫毛打底膏，直接可以拉得很长。对于这支睫毛膏，我个人真的是非常非常满意。其实我对睫毛膏的要求呢，就是不一定要非常浓密，但是一定要纤长，让睫毛呢刷起来有存在感。我觉得它做到，而且就是刷出来的感觉是非常清爽，不会粘块啊什么之类的。然后再说它的价格，它是16块钱一支，然后加1元能换购两支，那么平均算下来就是8块钱一支啊，性价比爆棚。现在火烈鸟里面应该也没有几块钱一支睫毛膏吧，基本上也要10几、20几、30几之类的。它在国产睫毛膏里面，心里已经超过了那个火烈鸟。好了，我们接下来下一个就是修容，这个叫 Jelly， 对，它好像这个也蛮有名吧，现在国货。它是一个双色的一个修容粉，据说是 MAC Omega 和 Kevin Kwan 的修容粉的两个结合替代色。今天呢，我就用 MAC 这个替代色来刷一下鼻影，看一下效果如何。它整体的鼻影效果还是挺自然的，就是下手重一点也不会怎么样。个人觉得它这个修容粉的颜色还是挺自然的，因为我不太喜欢那种修容粉偏红啊，因为现在很多都是偏红偏黄的那种，这种颜色我还是比较喜欢的。所以说它是 Omega Kevin Kwan 的替代品，但总不是一模一样，是有些出入的。它的显色度呢一般，粉质也一般，显色度一般呢对于新手来说是挺好的，因为不容易化脏也不容易化重嘛。然后它的价格是25块钱，总的来说我觉得性价比还是很好的。下一趴，猜这是什么？是腮红。这次腮红的来头可不小，这个呢是 NARS 今天的替代品，这个呢是 NARS 生活的替代品，这个呢是资生堂 PK107 的替代品，只能说美食太厉害了。我们来看一下试色，这个呢是高潮的替代品，这个呢是 DV 的替代品，这个呢是 PK107 的替代品。那么呢，我打算用这个 NARS DV 的替代色，这个显色度不错，轻轻一上颜色就有了。古典一点的那个腮红的面积可以大点，稍微大一点，然后再往前用一点。然后呢，我们再用 PK107 来扫一下高光。从包装上来看，前面给大家看的是一小个一小个的，他家店呢就是买三个呢会送一个这样的自组盘，可以组成一个盘子。但是我想吐槽就是，
啊，为什么它就扣不住呢？因为我已经掉了 N 次，然后边边角角都有磕到，就有点小不爽。就是一个小小的建议了。抛开这些，我们来讲它的粉质，两个腮红的粉质还是挺好的，挺细腻的，而且写字度很好。因为这个 PK107 的话，前面打在我的苹果肌上，就是感觉有提亮，但是粉感有一点点稍微的厚重。平均每一块是7块钱，还是相当便宜的，性价比 OK。总的来说呢，我觉得他家的腮红比高光更值得推荐。接下来这个呢是最后的口红部分，这个也是橘朵家的牌子。首先从包装上来看啊，它是那种比较可爱，还有一点花朵的这种包装。我们大概来看看，哦，它是这种针管状的，有点像那个泰国前阵子很火的那个叫什么？哎，我想不起来了。然后它的颜色是一个土橘色。土橘色搭配气泡没见过吧？我的土橘色口红居然跟我的气泡有种逆之契合，竟然不会不搭，这是我的意料之外，我也不会搭出什么乱七八糟的效果。主动来讲啊，这个口红，这支口红呢是哑光质地的，涂上去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很干，但是有一点点显唇纹，但是这是哑光口红的通病啦。假如你是追求个性的女孩，现在土橘色其实也挺打热的，我觉得这一支挺不错的。但它价格是41块钱一支，然后也是买第二支能减多少钱什么什么来着，总体性价比还是不错的。最让我神奇的是，居然跟我的气泡居然很搭，很奇怪呀、啊，有没有？不知不觉呢，已经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的国货产品，可以说没有一样是我不喜欢的，每一样呢都是还不错。但是呢，我一定要选出我内心中最喜爱的 top three。首先第三名是这个拉丝美丽，上榜理由。太便宜了，白送。其次呢，好用。Top two 是这个橘朵的 G330， 上榜理由太美了。第一名呢，就是这个博泉雅的睫毛膏。首先它价格非常非常便宜，也等于白送了。其次呢，它的效果呢，就是在我心目中一个标准睫毛膏该有的样子。好啦，今天视频就到这儿了，希望你们喜欢我的国货分享以及我的妆容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，拜拜。